叶翔他属于是少林大内高手第一人叶翔。对，左右手都能在前侧，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选手啊，就加强自己反架的一些训练，训练，对，啊，漂亮。مشاهدينا الأعزاء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تعالى وبركاته. في هذا المقطع سوف نشاهد عندما انتصر المقاتل المغربي محمد مزواري على خصمه الأرميني أرمان أمبيريان في النصف النهائي في دور أمسية كورون فايت في نسختها 57 لكيك بوكسين التي أقيمت بالصين، وذلك في وزن أقل من 70 كيلوغراما. قبل مشاهدة هذا النزال الشيق، فإذا كنت من عشاق رياضة الكيك بوكسين أو مهتم بجميع أخبار الرياضيين المغاربة، فلا تنسوا مشاهدينا الكرام الاشتراك في القناة وكذلك في صفحة الفيسبوك ليصلكم كل جديد وفرجة ممتعة. من الزاوية الزرق نرحب بالملاكم المغرب هولندي أسعد دو الأطلس The line of the Morocco of the Atlas Introducing نرحب بمحمد مزواري. 各国语言都会。所地区的亚美尼亚，今年24岁，身高1.85米，职业战绩37胜1负，曾经现在是第三场比赛。And now his opponent com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185 centimeters tall, age 24, his record 37 wins, only one defeat, and 25 times won by knockout. Fighting out of Valentim, Armenia, introducing Armen Hamparyan. Okay, this is the Kulun fight, kickboxing. 3 rounds, 3 minutes. No hip, no elbow, no clinch, no clinch, and no takedown. Okay, listen to me.Touch Club Ready， 观众朋友，德和阿曼，我是解说张太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昆仑决亚维。穆罕默德，应该说虽然只有21岁，在他的身上战绩比较彪悍啊。对，倒在他腿下和拳下的人都是已经成名已久的。对，这个昆仑决第一个诸神之战的总冠军祖耶夫被他打败了。星期三也被他击倒过。对。哇。拳法现在越打越刁钻啊！是，而且这两个选手身高，穆罕默德达到1.84米，阿曼海马里亚达到1.85米啊，在70公斤这个级别里，这个身高已经很高了。对，这个穆罕默德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不管他们两个谁晋级之后的叶翔，有很多人不认识他。一会儿今天有这个叶翔出场，叶翔他属于是少林大内高手第一人叶翔。去年12月份，因为一场比赛，大家应该还记得，因为那个时候崔红万挑衅中国散打无人，然后解放军拳王周志鹏应战，那场比赛看了确实没啥意思，因为差距太大，身高和体重都不成比例，全场也没有什么看点。不过周志鹏这种敢去挑战的精神还是让人敬佩的。今天出场的叶翔身高1.89米，体重260斤左右，对，从去年开始，彪形大汉来自这个少林寺啊，少林塔沟武校。进入到昆仑决诸神之战这里边的时候，他的接受过武术的熏陶啊，是中国散打国家队什么时候出场？第六场的时候出场。哦，双方同时起膝。穆罕默德还是很聪明啊，对，一旦在边角的时候，似乎身后长眼哈，对，他力气就转移出来了。对，其实他距离这个围城还是有一段距离。这个就是选手对于自己。现在是第三场啊，第三场。判断，对，这也是自己对于这种技战术安排啊充分的了解啊。是，我们看到这段时间哈马利亚有点缓过来啊。两个人这个身形都属于这种干瘦高的形状啊，对，在70公斤级啊，这个身高是特别的有优势啊。对，
加强了自己的能用。嗯，对，左右手都能在前侧。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选手啊，就加强自己反架的一些训练。训练，对，啊，漂亮。这个协调性真的很好啊。对啊，他总是从你意想不到的位置和和角度打出拳和腿啊。对，啊，漂亮，哈马利亚反击。但是一定要注意穆罕默德这种在一直在退守，但是他所有的动作盯得很紧呐、啊。其实穆罕默德一直以来就是，你看啊，你看又是一个很迅速的一个转移啊，嗯、从卫生间转移出来。腿也长啊，对自己这个腿长的利用特别好啊。对，相对来说其实。阿曼跟他的这个身高臂长其实差不多，嗯，对。但是呢，对距离的把控，一个后手，哇，这个也确实有打到，对。我们的裁判毛金宇老师，抓得很准啊，这个点，明察秋毫，对。哇，转身拳。而且我记得上次我们在说穆罕默德比赛的时候，就说他的头部其实有点松，这样。其实容易被 KO 也不太容易被 KO 啊，对对，相对来说因为腰就会比较活嘛，躲闪距离就控制得好，对，他在受力的时候可能会卸掉一部分力量，对对对对。其实这也是我们自己在想，当然啊，他肯定有他自己的这种先天的身体优势在里边。不好。哦，你看这腿起得好慢啊。对，大家以为还是要起低腿的时候，忽然间在中间变线变高踢了。对，哇，啊、又漂亮了。哦，我们观众朋友要注意看穆罕默德这个拳啊，他左右上下，他所有的路线他都能结合到一起。对，漂亮，这个假动作我们看一个很小的动作，头轻轻往前一伸，往后一退，然后反击打出来。对，然后一退的时候还有膝法，很立体啊，穆罕默德。那还有点没有缓过劲来啊。对。靠近打这种近身的话，你就会充分的让穆罕默德知道你的整个的状态没有调整过来。对，我觉得现在啊，第二回合的节奏啊，完全被穆罕默德给拿住了。嗯，对，尤其是一个读秒之后啊，是。哇，划了一个。第三局，看看谁能拿到决赛的入场券啊。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不管是谁进入决赛，对丹尼罗来说都不是好事啊。对对对，这个身高啊有着绝对的一个。丹尼罗刚刚打完一场比赛，这个维度啊，阿旭虽然说没有赢，但是那场比赛的确消耗了，对，感觉消耗了对手的很多的体力。阿曼就是整个腿型偏细一点，对，有点苗条。对，比如还要注意到七十公斤。欢迎大家锁定三六频道，更多精彩赛事，点一下屏幕左上角的关注。对对对，这个身高在这儿。对。现在为大家直播的是一场昆仑决三亚战。对，这个协调性很好，你看啊，你看移动也好，对，对手总是逮不到的。对，三回合是。相对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注意力放在两人脚下啊，你看，这个穆罕默德呀，像是脚底下踩弹簧一样。对。而这个阿曼哈马利扬呢，就是一步一走，一步一走，哎，走起来显得节奏就慢了好多。对，我们可以说穆罕默德脚底下是弹簧，阿曼的脚底下可能是个钉子。对，这个感觉确实是很明显啊。对。而且确实像张老师之前所说，穆罕默德这个水蛇腰啊。也帮助他完成了很多这种躲闪和步伐移换的这种动作。对，阿曼的鼻子已经有点出血了。好，比赛还剩最后的一分钟。你看又是一次很漂亮的躲闪啊。嗯，对，这个移动太难琢磨了，这个选手穆罕默德就是从角落或者卫生边上移动出来，基本上在一次到两次的步伐转换就可以完成。对，非常的好。
而且配合一些手臂的一些小动作啊，去拨对方的一个手臂。嗯，对。啊，这确实是聪明，确实是聪明。破坏你的进攻和你的发力。所以就有时候有运动选手啊，除了后天的努力和训练的科学之外，老天爷就让他吃这口饭。嗯，对。所以有着一种天赋。确实是。最后，哦，确实是有很多非常规的动作。对，哇，漂亮！这个躲闪哦，这个如果真的打实了，会最后是很容易出现 KO 的状况。这而且是一个很经典的动作，对，击腹加躲闪，马上再加前手的这种弹拳。啊，比赛结束。本场比赛结果如下：一号裁判 ，Judge Number One， 26-30 ，26-30；二号裁判 ，Judge Number Two， 27-29 ，27-29；三号裁判 ，Judge Number Three， 28-30 ，28-30；四号裁判 ，Judge Number Four， 27-30 27-30，五号裁判这分差好大，28-29 28-29 and your winner by 比赛结果 the blue corner 蓝方胜败 the blue corner blue corner 蓝方胜。